欢迎大家。那我们反导杯呢要出发了。国光童军团组成的2024缅怀大师寻根自行车环岛旅行团队26人抵达佛光山普门寺，巧遇南华大学棒球队选手，一同到大殿礼佛。住持满方法师热烈接待，也向大家讲述普门寺成立的缘由，祈愿孩子们都能落实大师运动弘法的理念。这个地是大师不惜一切42年前买的。各位，我们都没有42岁吗？42年前，那时候的佛教是根本就是非常，没有人什么信仰的。好不容易买了这块地，盖了这个普门大楼，开始的弘扬佛法。满方法师带领普门寺法师们虔诚药师灌顶真言，并于佛前献灯祈福，加持每位童军团和南华大学棒球队，祝他们都能旗开得胜。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